们现在成功租到车，我们要去崇明岛。我要撞破栅栏了！不要这样子。너의목소리만넘나크게들려딴건아무것도안들리고我们第一站来到了东滩湿地公园。湿地，我们现在走到里面了，在路中间行走。Yeah, 很像家庭出游哎，而且我们根本不知道我们要走去哪。指定的道路아니내가그냥미친걸까너는자꾸이랬다저랬다가나를흔들고여기저기왔다갔다헷갈리게만들고자꾸만보여꿈속에서도억지로我们现在来吃午餐，来新生饭店。现在在，等一下先看看亮点，再等。因为我们不知道去哪，所以我们就来采草莓，大家。딴건아무것도안들리고너의눈동자만넘나크게보여十分钟结束的行程耶、yeah! 我们现在来到了长得很像鬼怪拍摄地的一个海边，虽然没有影片作证，但是刚是我开车来的。为了拍一张照，我们跋山涉水。啊！超瞎的，对对，你有看我嘴巴这里有口红吗？笑死！我们现在要去吃晚餐，走了半天还在码头。期待哦，我会。这么快！驾驶人上线。我们现在来到八一路要吃晚餐，听说这里是市中心吗？反正就是这个岛上的中心，但是看起来十分之荒凉。耶、yeah ，吃饭。随便找了一点饭来吃。跟大家介绍一下咱们的房间。哇，洗澡的。谢谢大家，我是订房大神。哇，三人房，每次都会订到这么好的。傻眼。第一届东滩院赛跑比赛，预备。咱们的长江大桥，我们要回去上海喽！瞧哟。